速公路它是连接雅康和雅西两条川西交通大动脉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线，它这个路线的走向与红军长征路线是高度吻合，也是我们藏彝大走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泸市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为这个沿线的这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也为咱们这个乡村振兴也提供一定的支持。